你干什么？你又做噩梦了吗？我就出去买了个早餐。沈环还在陈教授那儿，我们俩不能分得太远，你控制一下距离啊。哎，既然你都醒了，那就一块儿呗。我好像得睡会儿。别睡了，你话都说了这么多还不醒，起来起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真的亲眼看见那个糖油饼，它就剩一个了。你说不去多可惜啊！最后一个了。哎呀，那我陪你去吧。控制你们距离的最佳解决方案：拴狗绳。这就是你说的最后一个。谢谢阿姨啊。拿杯。这糖油饼真那么好吃吗？你就不懂了吧？有些时候想吃什么东西，你就非得吃到，不吃到就不开心。我。小东，回去吧，回去，回去。麻蛋呢？小东，阿姨早。哎，这怎么还拴着绳子呢？光看见遛狗、遛小孩的，还没看见遛男朋友的，这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啊！就是啊，这女人呐，占有欲不能太强，觉得真相绑不能用真绳子呀。是啊，跟你讲。女人要想拴住一个男人，要拴住他的心才行。哎，阿姨，我们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这样。拜拜。哟，现在这孩子怎么都这样？什么新鲜事儿都有，就是啊。